白卡地亚送给我不需要了，我靠是真心诚意的，有打折的话，对吧？当然。的读者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允文。大家好，我是王伯杰。大家好，这是瘦子。我不需要了，我靠的是真心诚意的。有打折的话，对吧？当然。今天其实就是很简单的衬衫，然后跟西装裤啦。然后因为主要就是想说素一点，然后因为主要要秀表嘛，然后穿个短袖，虽然今天有点凉，但是还是要把表露出来这样子。可是我其实会想要在现在，对吧、啊？因为我过去也没有什么后悔的事情，对，然后未来也没有什么着急的，所以我觉得我在现在当下有啊，我就想说他干嘛偷我衣服？哎、欸，对不起啊，穿到你衣服了。没有啦，就是我想说，哎、欸，就是我今天我看到他的时候，突然我今天的衬衫怎么这么素，然后有点不习惯。对，今天我今天穿的是 Kenzo 的衬衫跟裤子，刚好我们纪念一下 Kenzo 的创办人，然后搭配的是 Pasha 的手表。最近比较难忘的是前天杀青吧，轻松一点，轻松一点。对，然后把胡子刮了。我觉得日子难过还是得过，那我们就把每一天过好。过开心，然后多花点时间关心身边的人。不管怎么样，我觉得还是要开心过每一天了。目前我还没有任何一支，但是我很希望看今年要不要来购入一支。我今天走一个比较中性一点的感觉，就是我希望是很干净，头发放下来，衣服很利落，然后只佩戴一支 Cartier 的 Pasha de Cartier 的手表，然后今天再飙一点点的眼线，我就觉得哇，我今天帅妹一个。我觉得2020整年都很难忘哎，我觉得。没有办法把它变成是一个近日，我觉得整个2020就是一个很难忘的一年。我觉得我们都要记得2020给我们的教导，跟不管是好的不好的，都要记得2020。我恨你，但我爱你。我试着学习去爱你。我想要去到未来，因为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再活在过去，我们应该往前看。所以我想要去2022，两年后。这怎么会是我最大尺度？我在时装周都穿什么样子？就是这个算是小 case， 对，其实算小 case、欸。下半身啦，我下半身比较没有自在，因为就是走路的时候，因为里面是穿有点接近就是三角裤的安全裤，因为为了要看那个腿嘛，就会有一点觉得啊、哦，快曝光，快曝光这样子。到那个身边很多的姐妹朋友们的羡慕，只能说真的是。当之无愧行走的荷尔蒙，但真的我身边的女生们看到我跟她出席活动，真的都很开心哎、欸，都会私讯我表示羡慕这样子。